上来啊，就是仇人见面分外厌，我这个鸡瓜都已经竖起来了啊，这脖子上的羽毛也已经竖起来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，您现在看到的是合肥万达帽第一届歌舞鸡比赛的现场。那么斗鸡呢，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项娱乐活动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在古时候呢，只有一些贵族啊才能进行的一项娱乐活动。那么在现在的世界各地呢，都有斗鸡的这项娱乐活动。万达帽为了感谢所有的新老朋友对于万达帽的大力支持和信任，今天呢，在现场将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斗鸡大赛。那么今天呢，也是我们斗鸡大赛的第二天，也是一个竞技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会选出几位晋级选手，参加明天18号进行的一个总决赛。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来宾朋友